走过路线，他不知道。对，下去。这水昨天淹到的高度，在这边。啊，摇晃不如预期，换个标点。对不对？开挖洞。几分钟了？哎，多几只钓鱼的了。
你等会儿啊。哦，等等。哦。吉祥物。这里躲一台呆呆。哦，好呀，那很难打哎。0.3号直接就12尺杆挫带，真的是有点难掉。不要起来算了，不要吓到他，用低姿势。我把它清过来。哦，那一条 ，Hello， 你好，我捡的，哎呀。哇！等等 ，OK， 先放它去上游吧。好了，拜拜。呼，往上，往上。嘴巴好像虾面的，好像虾面的嘴巴哦。Mm-hmm.